好，头皮保湿液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准备的是花水，然后第一个我们加的是保湿成分 PCANA， 加入搅拌均匀。接着加入复合式氨基酸，再加入复合键法萃，接着再加入咖啡萃取液，最后加入液态奈米银，搅拌均匀。最后呢，我们就把它装入我们的点蜜瓶中，方便使用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非常简单。